希望透过这个计划，能够让这个部落的食衣住行的这个产业，因为这一次的这个计划的支持，让他们影响到最低。振兴原民产业，原民会推出行动支付回馈振兴方案，指定使用台湾Pay绑定金融卡，在认证原民店家消费即可享有回馈。目前我们的这个回馈的方案是满百折50，那每个账户每一个月最高可以回馈到5000元，消费回馈的这个金额会在消费的次月直接入到消费者的这个账户。行动支付回馈方案从7月15号起实施到明年6月30号，目前原民会认证店家已经超过500家，欢迎国人踊跃到部落旅游消费。原视新闻 Hundif 朱古嘎哇一顾新北市新庄采访报道。